奈良是1300年前日本的古都，旧时又被称为平城京。今日我哋作为明朝的使节嚟到呢度，天皇就找不到了，不过就见到呢度嘅一众守门大将奈良鹿。要同奈良鹿建交亦都唔困难，只要购买呢啲以面粉、米糠调制而成嘅鹿饼，奈良鹿就会过嚟同我哋建立亲善而友好嘅关系。